来，这个是来自 Mr. Dan 的哈，他是来自 KLPJ 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是想要问他，因为他用的 RM Laser 这一个产品，这一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好。OK， 那你咱请问你今年几岁呢？65岁。然后你用了这个 RM Laser 之前的时候，你是 sharing 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是怎样的？我很多那种病啊。病我有那个糖尿病，hypertension，还有那个 cholesterol， fatty liver 跟 OK，就是他有那个胆固醇，还有前列腺的问题，还有肝的问题，然后你中了这个的文明病啊，是大概多久？然后有没有在吃药的？我吃药吃了10年。嗯，是药、嗯啊、我的药钱每个月要1000块，很贵的，很贵的药。现在我用了这个 IMD 是了3个礼拜时，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有进步，越来越有活力所以我很多 energy 我做什么东西都不会累我很好睡然后呢，我的身体很有那个精力，就我做东西啊，去哪里跑来跑去都会累。OK， 就是之前没有用 IM Laser 的时候，你是怎样的啊？是上次我 IM Laser 没有用的时候，我每次很累，要睡觉，它的energy level很低。能量就是很多。晚上睡觉睡不好。因为你有前列腺上问题，一直在小便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一天没有，一天要去小几次吗？我都是没有用的，是那边的晚上会上来厕所，3-4次。用了过后呢？过后我一次。我用了变成一次。经常一次。现在呀、我一路用了，我很少去厕所。我会睡到早上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。OK， thank you， yeah， thank you， bye。就是他的前列腺也是有改进，只是他戴了这个3个礼拜吧，短短的3个礼拜，他很多都是有一点改进。然后他也是有分享到他的那个糖尿病的 level 也是有也是有变，说到时候我们又再继续的分享。好的，谢谢。OK， thank you。